别的小朋友都有，我的小朋友也要拥有。首先，我们在柚子皮上用指甲抠出一个爱心形状，接着用刀慢慢沿着边戳，在爱心三分之二处向后划开，然后沿着划开的边扒拉一下，再把柚子慢慢用手掏出来。接下来剥柚子，柚子两头皮皮切掉一点，从中间横腰斩断，然后把柚子剥开，这样你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得到柚子的果肉。 剥好的柚子头朝上摆进柚子皮中，完美。快拿去哄你的小宝贝吧。